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今天呢是8月18，农历的7月初8。那等会呢，我要开始主持社区的住屋大会。那等会呢，就是会再拍一下大家准备的画面。之后呢，就可能没有办法帮我录影，所以可能就是今天的影片就是上传到等会的场景当中。那过程就没办法录了，好，那最起码就是人很多。Hello， 我回来了，现在是下午4:11。普渡的过程呢，差不多在下午3点钟完成。那因为普渡的时候，我有跟老天爷讲。就是等我拜完了，人家下雨再下雨。那现在呢？看哦，现在就已经下雨了，外面有人带雨伞，有没有撑雨伞？所以真的下雨了。老天爷还是很眷顾我，等我拜完了再来下大雨。好了，这次影片就到此结束喽。